是12月8号寒流过后的，应该算冷到今天啦。那这边看一下记录，目前鱼还没有什么损伤啊。红莲灯它现在都躲在下面，它会躲在底土下面跟水草里面取暖。刚刚有看到，它现在又不知道跑哪里躲。然后有很大只的小红飞，哦有有有，有一只好像在这里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哦。有没有在下面这边？他们都躲起来。小红豆还好，都在；斑马还好，都在。母孔雀这种两只，这种颜色的金色的那个都在。现在稍微给他们通风一下，等一下我还是要盖起来，感觉还是有点冷哦。那先做个记录，等回暖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聊一下。Thank you.